哎，就是想说老物件、老古董，说说。啊，哎呀妈，卖菜了。哎呀，卖菜了，老公。哦，买水仙的车子来了，水仙。啊，车子。我是两个，你给我看，你这是哪个以前的是老多的老旧啊，那个过去的瓷器啊，玉器啊，都说的，人家里面有没有老祖宗留下的那些老物件喽？有嘞。有啊。哎。那可以啊，这老两口。不能的。不能的。哎。啊，我跟你去找一下那个啊，好吧？那我帮你推吧。好，不能的。要不今天推吧。 啊，把烟台。我们有票。啊，来来来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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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
你去体验吗？我这里有一个姐姐卡，你去那边哎。哦，我去看一下啊。看一下。这个包也包的蛮好的嘞。哎，包的好嘞。啊。就在这里面啊，让我小心一点的，别打烂了。嗯。老人家的啊，这是全是古董。哎，也是古董啊。传世这个。要卖了这个起新房子。你看这写着宝剑的，你看我这。这是宝剑。哎。这是斧头。这是锤子。这是锤子。哎。这是个。斧头了。斧头。啊。全是宝贝。哎。这里上面有一个人物啊。哦，这是一套啊。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摆的啊。嗯嗯。这是个古代的文人，嗯，这是文官。嗯。这也是个文武官，武官应该啊，是武官，武官才有这个皮手啊，这个斧头的啦。嗯、这上面这里刻了字啊。嗯、这个字我都不认识，都是手工刻出来的。但是这是玉的啊，这是应该有30公分，去了20多公分啊。这一把也是20多公分，这是一把斧头。二十多公分啊，有30公分嘞。有30公分啊？嗯、哦，你聊了是吧？嗯。这个有很重哦，1斤多重哦。嗯。都是刻了字啊。嗯。这是应该属于那个横沙玉啊。嗯。嗯，横沙玉的一把斧头，这要辟邪的啊。嗯。首先也可以这样。也可以这样啊。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。上面人也没有搞好，这上面还有很多泥巴，弄丢了一段时间可能啊。哎妈。你给他接着鸡肝拿到的，拿到就去喊啊，喊在明天8:30吧。哦，还给小孩子玩了。嗯。这个不能给小孩子玩嘞，这是老古董嘞。嗯。啊，我一轻一点放啊。嗯。这个也是，这是个文官。嗯。这里也是的啊，很有很多泥巴。葫芦根。那倒没事的，我回去清洗一下就行了嘞。这个也是啊，有这么重，有这么长啊。也有30公分，大概1斤多重，这是手工雕刻的，这个手工雕刻的，眼睛啊，很有神态啊，这个面部也很慈祥，端庄啊，以前，这个都是过去的一套，您说要把它卖掉是吧？嗯。这个要多少钱呢？才卖喽？2万块。要2万块钱啊？2万块钱，这个是一些那个，专门雕刻那个横沙玉的一种玉器，也不是和田，也不是翡翠，这种玉的话，它价值不高嘞，说说。价值不高啊。价值不是很高。不能给我捞的好的呀。我给您出5000块钱了，好吧？5000块钱。这2把5000啊，不是1把5000嘞，说清楚啊，这是2把5000。2把5000。这2把5000块钱。太便宜了。还不卖啊？嗯，卖了算了嘞，这个没什么用了，小孩子玩过了，那就给你5200了，因为这个东西玉质不怎么好，也只有那个研究价值了，没有什么别的价值了啊。好了，卖了你。卖了我啊。嗯。那我给钱给你啊。嗯嗯。东西放在这里了啊。嗯。还有别的东西不？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啊？是不是？我借钱，一起走啊！好了，要，好了，感谢了啊！好。